丐帮历代帮主临请圣地，何方朋友，不请自来。大内供奉，红衣喇嘛，你们不在宫里纳福，跑出来干什么？乔帮主，最近宫里遗失了一样东西，想必与你有关。 江湖上的恩怨，人间的俗事，都与我无关。睁着眼说瞎话，想活命的话，就把你最近的行踪一五一十的告诉我，无可奉告。嗨！永无安宁之日！到。茅山术？难道前代帮主遗失的茅山术又重现江湖？看样子，我得往京城去一趟。 以下圣旨，限期3个月，弃匪归案，否则人头不枉。善扑营阔月骁勇善战，也遭匪徒悉数杀死，可见来人武艺高强。对，他们劫走大内的黄金事项，最重要的是劫走了丐帮密帖茅山术。要是丐帮知道了，那不是天下大乱了吗？据报。 禁锢匪徒共有10人，在尸堆中遗下匪尸5具，5具有5个漏网。对，你要一个一个的揪出来，活的不要，要死的。遵旨。希望你要记住，你是旧门提督府内最好的总捕头。王爷，请你放心，为神绝不会令你失望。走吧。 王爷，您从王府回来了，您的白梅茶我已经给您沏好了。我们，王爷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我们哎，小东，在，这给你。哎，是。银票，100两。哎，包爷，哎，包爷，包爷，你是要劫我差事啊？我做错了什么？ 我每天还不是一样替你磨刀，替你叠被，替你沏茶，这我好了，小东，这次的任务非同小可，快，你定了亲，不能跟我走，这些钱算是我给你的贺礼。包爷，那门鬼亲事是我娘替我定的，早一点晚一点都无所谓嘛。包爷，我可是一直跟着你的，你不能轻易的把我抛下啊。哎呦，包爷，包爷，一个快做新郎的人，不该跟着我去拼命。小东，你是个孝子，应该留在京城陪着你娘，好好娶你的老婆。包爷，包爷。 黄毛，好小子！ 你胆子可不小啊，东哥，东爷，东爷，小的只不过是小小的老百姓，东爷，放出，本大爷有话要问你。东爷，小的自从东山城那件案子以后，已经退出了。少跟我啰嗦，在这下三滥的地方，知道消息最多又最快的，除了你黄毛之外，还会有谁呀？啊，东爷，我。 哎呦！你玩完了？东爷，东爷，我知道了。你想知道大内库房的劫杀案？ 啊，好小子，我还没问你，倒先说了啊！快说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好了好了，你不肯讲那就算了。我不知道啊！看你讲不讲，反正不会很高嘛啊！东爷，饶命啊！饶命！饶命！东爷，你快拉我上来呀！东爷，我不知道啊！啊！我不知道，你再不讲，你可是。 自己倒霉，好，我讲，我讲了，算你聪明。啊，我不会容忍。只要你肯回头，不再往前走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哼，可惜，我一向不喜欢走回头路。身术。很久没出门了，今天出来感觉心情很开朗。金彪，我们这次任务不是开玩笑的。哈哈，豹爷，你放心，难道我会忘记吃哪门饭的吗？哎，将来啊，这次你出门，你娘放不放心呢？去你的！难道你老婆舍得让你出来啊？哎，就是吧，像我赵天，光杆一个，独来独往，多自在啊！小的给包爷请安，你来做什么？啊？哎，包爷，你不要生气嘛。 我有劫金案的线索啊！什么线索？嗯，我不讲，除非你答应带我去。嗯。嘿，豹爷，我以前伺候你的，我现在也要伺候你，将来我永远都要伺候你。豹爷，金叔，金叔，你看我什么都带来了，连包爷平常爱喝的白梅茶，我也都带来了。嗯，小东，是你自己硬要来的，不要后悔啊！哎，嘿嘿包爷，我如果后悔啊，我就是个蛋。他是？哦，他就是线索。哦，嗯。行行好，把我放下来吧！快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再向包爷说一遍。前些日子有个人说他有些金条想出手，他叫张武。张武是谁？就是北顺胡同旧关帝庙张武豆腐店的老板。你们是哪里的？九门提督府刑部来的。 督府总捕头包振义，张武，你晓得怎么回事？说，大内的赃物藏在哪里？其他人又是谁？不知道，臭小子！老张，再不说，老子宰了你！你快点说嘛，免得皮肉受苦啊！不知道，老张，老张，张武。 你想想看，你何必护着他们，而你自己在这里受苦呢？说不说？说！要我说可以，可是我要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对了，只要你讲啊，包爷一定会答应你的条件的。好，我本来是做正当买卖的，经管之后田地失收，没有了生意，逼得我只有铤而走险。哼，人人像你，岂不天下大乱了吗？可是。 可是，在这趟买卖里，我只拿了200两黄金。我愿意跟你们到刑部自首，可是你们不能把黄金带走，不然我的老婆孩子怎么过日子？好的，你快说。他们是铁匠陆金宝，曾经当过长毛军官的胡巴秃，还有顶上光、王万武。他们的头子就是行迹不定的刘冯。刘冯啊，那金条呢？就在这石磨下面。小东，你保管。是。啊，包爷，那他金条乃是大内之物，公务岂可做私人交易？你这骗子！ 包爷，你犯不着杀他呀！对匪徒宽恕，吃亏的是自己。那人就是九门提督府的包振义吗？韦帮主绝对错不了。四九，那你的消息呢？帮主绝对正确。宫内的茅山术被劫走，弄得裕王爷坐立不安啊。哦，袁长老，如果照黄毛和四九的情况看来，包振义这次亲自的出京，和茅山术一定有关。是啊。 这件事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本帮密铁茅山术已经失踪了几十年了，经过丐帮三代帮主尽心尽力的查访都没有找到下落，这现在怎么会又突然出现在江湖上？真是奇怪呀！如果我判断的不错，当年所以在江湖上查访不到的原因，是茅山术根本已经不在江湖上，而是给人进贡到宫内。 那帮主的意思是说，现在这茅山术自宫内流入江湖了。我来京城的路上，有人叫我不要来，再加上包振义亲自出马，帮主打算怎么办呢？嗯，既是本帮之物，当然是要承继先帮主的遗志，把茅山术找回来。嗯，我认为盗茅山术之人。 一定是跟本帮有关，为了本帮的荣誉起见，必须要清理一下门户。对，发动所有弟兄去查访，并且阻止包振义，务必寻回茅山术。万一包振义他们先拿走了怎么办呢？这……哎，这容易啊，从他手里抢回来啊。嗯，给我把京城每一个角落。 你们是什么人？要蒙着面？最近京城发生的盗宝案，是不是跟你们有关？袋子里装的什么东西？女人？哼！毛生生的。啊！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！老爷，你的白梅茶已经沏好了。哦，你出去跟他们轮班休息。是。金叔，哎，包爷他，包爷他已经休息了。哦。你上哪儿去啊？啊，还剩点米粥，我拿出去给饥民吃。 老乡，这有点粥给你们喝啊！老乡，这有点粥给你们喝哦。啊，谢谢啊！谢谢。这粥啊，还是热着呢。哎呦！哎，将来怎么还没回来？要不要过去看看？哎，该不会是落难公子碰上了千金大小姐了吧？啊！哎。 哎，其实啊，将来不应该吃我们这行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说的也是。哎，姑娘，怎么会是你啊？哼，是我又怎么样？三更半夜到这儿来，你是找？我是找你们总捕头。哎。 你找我们总捕头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身穿孝衣，我要为父报仇。啊！原来你是张武的女儿。姑娘，关于令尊的事情，我们也觉得非常遗憾，可是怎么能怪我们呢？什么？杀了人还不能怪你们吗？为了大内金库的事情，现在已经闹得满城风雨。实不相瞒，令尊是大内金库的劫匪。姑娘。 你想想看，干我们这行的，谁愿意杀人呢？我不相信，你乱讲！我爹他绝不会是劫匪。姑娘，事实俱在，也由不得你不信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你爹是劫匪，当然应该死啊！放你的猪屁！哎，你这个丫头怎么可以随便骂人呢？我骂你，我还要打你呢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姑娘，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家吧。 令尊虽不在了，可是你要好好保存他的豆腐店，不然他也不会安心的。哼！你们都欺负我！刚才要不是我留一手的话，恐怕他们父女俩阴间见面了。哈哈哈哈！哎，将来这小子到哪儿去了？我们在这边看看啊。有声音，这是将来吗？快！将来，将来！是我自己做的决定，我希望宝玉成全我。宝玉，我求你补我一刀吧！宝玉，宝玉，我求求，我求求你！ 求求你，宝玉！求求你，宝玉！宝玉！求求你！ 什么？我要杀死你！我要杀死你这个魔鬼！你连自己人都杀，你还有点人性吗？我要……哼，就凭你，能杀人吗？哼！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你仇人。哦，她是张武的女儿。张武，报仇的。不错，你杀人偿命，你赖不掉的。你自信能杀得了我吗？哼，我今天杀不了你，还有明天，明天。只要你有本事，尽管来。小东，放了他。 姓包的，听着，你不要以为给我水喝，没有用的，我绝不会饶你的。嗯，狗咬吕洞宾，不是好人心。啊！你骂谁是狗？哎，我可警告你啊，我也没骂你是狗。没有，那你刚才骂谁啊？哎，这个，反正啊，我，哎呦，反正啊，我不是骂你就是了。 他妈的，一击不中，他们必然会再追查我们，还是走为上策吧。哎，我是带过兵、见过场面的，以目前这种情形，分散逃走，那只有给他们逐个杀死。嗯，那依你看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去把刘冯、王万武他们两个人给找出来，然后跟他们拼。我就不相信拼不过他们。嗯，那好，我去召集他们，后天在刘荒山老地方见面。好，走。哎。 托钵饭，爷门教，五湖四海好兄弟。青竹竿走天下，行侠仗义称英雄。绿荷叶上雨露沾，莲花池中称极品。陇西舵周通，敢问大哥是？周舵主。啊啊！见过帮主。自己兄弟不要客气，快起来。谢帮主。告诉我包正义最近的行踪。包正义过邯郸道，进入洛水区，沿水西行。 有盗宝人的行踪吗？尚无。不过王命军、胡巴妥聚众西走，紧跟包正义之后，不知何故。胡巴妥可能跟盗宝有关，包正义有麻烦，我找他去。送帮主。先谢了，不敢，那我先走了。 包爷，你胡巴土，丐帮密帖，茅山术，没交出来就想走。哎，包爷，我们不是讲好了的吗？我把陆金宝交给你，就可以免我的罪了。不错，我是答应过免你的罪，不过没答应饶你的命。 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胡巴土，你果然是当过官、带过兵的人。不过今天这种场面，我包某人还没放在眼里。哎呀！哎！ 哎！快点去杀他！嗨，对，臭！快去杀他！哎呦，这个时候你搞什么嘛？快！ 赵爷，哎，赵天，哎，哎，赵天，赵天，赵天，你怎么样了？赵天，赵天，赵天，沉着点。金彪，你不舒服吗？包爷，怎么了？老毛病又犯了？不如明天你就先回京城吧。啊？什么？你要赶我回京城啊？啊，我是怕你身体支持不住。你放心，我这是老毛病了。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没事了。金彪，那你就早点休息吧。啊。 啊，包爷，那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嗯。真的要杀我？我为什么老是杀不了你呢？你能杀我爹，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也杀了算了？你为什么不杀我呢？你杀呀你！姑娘，你是何苦呢？我杀不了他，我不甘心。那好啊，我看张姑娘，你等下次的机会吧。放心，我会的。 肚子饿了吧？缺稀罕。 去吧，哎，包爷，去呀！哼，那，哼，这不正是九门提督府总捕头包振义，包大爷？乔帮主，这么巧，在这儿碰到你。哼，我只不过是刚好路过。总捕头，你不在京里，怎么会跑到这来？人在宫门，身不由己。那一定是一件大案，要不然怎么会劳动你包大爷亲自出马？啊，在下不敢当。 兄弟是奉命调查大内宫里盗宝之案。哦，乔帮主，凭你们丐帮的势力，遍布大江南北，如果有什么线索，还请乔帮主多多帮忙。你太客气，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上，因为我也正在查访此案。哦，难道此案跟丐帮有关吗？不错，因为宫里所被盗走的。 是我们丐帮的镇帮之物。你的消息很正确，不过你要知道，密帖乃是宫中之物。你错，茅山术本是丐帮的镇帮之物，在前任帮主的时候遗失了，后来听说流入宫内。这次既然被人盗出，就表示该物归原主。茅山术本身是邪恶无比，要靠吸取女人的精血修炼。 祖师爷留下来，我不想让他再害人，我要毁掉他。我想，这次恐怕乔帮主还是不能如愿。怎么见得？因为这茅山术已归宫中所有，我包正义奉命，非找回不可，否则人头不保。那我身为第八代帮主，能袖手旁观吗？我想。 恐怕由不得你。好，我们走着瞧吧。包爷，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。既然你不肯说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小东，怎么样？他中了7步追魂刀，毒气攻心了。小弟，宝爷，请你回京城以后，请你小弟，请你告诉我娘，说我去一个很远、好远的地方。 我一有空，我就会回去看他老人家。老爷，小童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的。小童，宝爷，我不能再伺候你了，也不能陪你 回京城去了，张姑娘，我在这儿，麻烦你，帮我拿。金叔，我在，我在。 替我帮宝爷出差，小东，我不会再怪你的。啊！小东。抱怨，你的茶冲好了。抱怨，不能给你冲茶了。 金表，在，记住，以后不用冲茶了。我就更不能死。对，现在只要找到匪头刘冯，事情就好办。什么？你们还要去找刘冯？对，就算只剩我一个，最后一口气，我也要追到底。四人已练成茅山术上五雷神功，看样子要跟包振宇联手，方能驱除此人。 杀了包正义，再来收拾。水上票，主公，给我赶到刘峰那里，助他杀了包正义。是。表叔，我要喝点水。 地标，包爷，我看我们到下面休息一下，顺便找点水。好，哎，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，这里是刘峰时常出没的地方，我们要小心。好。 包总捕头，幸会了。刘冯，对，在下就是朝阳天刘冯。想不到为了找我，叫你一路上辛苦了。算不了什么，职责在身。我知道，你不会放过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，所以我在这里等你很久。我真想不到，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朝阳天，竟然是个大盗。 废话少说，你想要的东西办不到，你想要我的命，那就看你的了。金彪，带张姑娘离开。包爷，你看错我金彪了。是的话，谁帮我找茅山术呢？操！哎呀我！援助哪里？你们包爷呢？啊，包爷可能现在去追刘冯了。我想我还是要去帮他。是。大叔，大叔，来干呀！告诉包爷，我。 大叔，你是在找人吗？你是什么人？水上漂，范逵。范逵，在我记忆中没听过你这个人。在江湖上不认识我的不止你一个人，没什么了不起。我现在来要取你狗命。 好，我包正义跟你无冤无仇，是谁指使你来的？你不必多问，你认命吧！哼！上！不必再动手，我现在也是快要死的人了，你何必在此时此地还要这样子的逼我呢？你们虽然包围着房子，但是并不证明我不会杀你。各位兄弟，记住，我们今天要的是包正义的头。怎么会是他？ 他们是谁？我明白了，太狠了，太狠了！他们是谁？他们是内务府的，也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，玉王爷的保镖。玉王爷是你哥哥？不错。 他不但是王爷，过去还是丐帮第三代副帮主戴朝天。为什么王爷派我来杀你，又派人来杀我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就是大内库房劫案的主谋。啊！杀！ 那宝山树呢，在玉王爷那里，是我亲手交给他的。就是我藏赃的地方，人躺在里面，盖好石盖就可以逃过大难了。这个洞怎么可以两个人进去呢？现在我将是要死的人了，已无声望。况且外面的水上漂，只知道你一个人在此，你绝不可以死。你要为我报仇，你一定要离开此地啊！快把衣服脱下来，让我假扮你！快！ 快点脱啊！快啊！包正义，我就不相信这把火烧不死你，烧不死你！啊哈哈哈哈哈！快活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烧我！刘福，请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放过戴trọng天的。记住，一定要替所有死去的人报仇。包正义，你还不死啊？ 你拿命来吧！王爷，王爷，这是九门提督总捕头包正义。好，本王重重打赏，谢王爷。就想过河拆桥啊！你现在才知道。 难怪你那么恨包爷。包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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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冯呢？已经死了，也是盗你茅山术的主谋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用别人 来顶替杀我父亲的罪，是吗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么卑鄙。你听着。 千万要记住，不要乱走开。为什么？王爷就是王爷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越王爷，包正义，你还没有死。死？对。本来我应该死在水上漂的手里，可是想不到被你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也就是帮你盗茅山术的朝阳天救了我。啊？那人头是谁的头？就是你弟弟的头。 戴徒弟，你还记得丐帮岳帮主吗？偷夺镇帮秘铁茅山术，叛变师门的叛徒，叛徒！我身为第8代丐帮帮主，我今天来收拾你们，为我帮清理门户，我也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！来，来！ 包爷，打我！八爷，接刀！ 秘籍。可以破毛身术，阴血。